下一位出场的是高诗琪。州接下来点名两周，工人旋转，质量很高，这个应该可以获得 GOE 的加分2-3。阴沟里翻船啊，菲利普两周跌倒了。太不应该了，大意了。正常的，前面他参加这个几个比赛，这个应该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，这是意外。是是。编排接续步。奥塞尔两周，换足的联合旋转结束。高诗琪的得分是86.59分。